好，十大最受欢迎女艺人 Part One 哈，其中的第一位哈，我也送你个东西，而且是会动的啊，蔡奇慧，恭喜，恭喜 Page， 恭喜你。蔡奇慧，2008年加入新传媒，今年是第七次拿下十大，恭喜蔡奇慧。今天穿得好漂亮啊，佩，来慢慢来，小心。恭喜！谢谢，为我投票的朋友和家人，辛苦你们了，真的是谢谢你们。这一年多来呢，我觉得我饰演的角色不单单是我一份工作，而是我第二个生命，第二个世界。所以非常感谢监制、导演、APPA crew， 还有我的演员们，你们对戏剧的投入。我希望能记住这种感觉，在未来的日子里能够呈现更有血有肉、更有诚意的作品和角色。谢谢。恭喜 Page， 恭喜。然后焦哥，请颁发第二位。接下来两个字，恭喜雅慧，恭喜雅慧。雅慧，今年是雅慧第六次拿下十大，恭喜雅慧。小心小心，慢慢来，别急。恭喜雅慧。谢谢焦哥，谢谢浩宇大哥。耶、yeah! ！听秒会，让我听听你的呐喊声。非常谢谢你们不停地为我投票，还有我的朋友们，高中的同友朋友们，谢谢你们为我投票。非常感谢一直以来没有放弃过我的人。很多人都问我，如果没有演戏的话，我会做什么？其实我到现在都没有找到答案，因为我非常热爱演戏，所以我在这里一定会继续努力，呈现更好的作品给大家。谢谢。恭喜两位，恭喜。那第三位是，这位是美女哦，名字这个应该这样讲，名字中间有子的，好像都很厉害哦。章子怡、甄子丹、黄子佼、刘子炫，恭喜刘子炫。刘子炫已经九次获选为十大，只差一座就可以成为超级红星，恭喜刘子炫。恭喜恭喜。哇，身材真的太好了。来，小心，慢慢小心。恭喜子炫。谢谢我的炫迷宫的粉丝们，谢谢你们的努力，一直为我投票。然后我要谢谢我的公司华研国际音乐，我的老板于飞，我的同事和好朋友刘星慧，然后还有我的家人跟我远在兰高威的妈妈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对我一直的关心跟努力。然后最后也最重要的是我老公田明耀。谢谢你每天的投票，小迷糊们，我们拿到啦！恭喜恭喜恭喜子炫。那第四位呢？其实哎，还蛮靠近你的，焦哥。哎，重点是他也是拿了这个明年就可以听牌的林湘平，恭喜！恭喜林湘平，他现在人在台湾，所以没办法来到现场。那我们请焦哥颁发第五位，但是在颁发之前呢，我们让他们紧张一点好吗？这一位呢，其实我跟他蛮熟络的了，那么他也很紧张了，他也是问我今晚他会不会上台拿奖了，然后呢他也是很多好事连连都发生了，然后呢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呢，焦哥你觉得应该怎么公布他了？你都已经讲成这样了，基本上他就是要准备上神台的了。欢迎林慧萍啊，林慧玲，恭喜恭喜你。林慧玲从2012年开始，年年都顺利地进入十大，
恭喜他明年将晋升为超级红星。恭喜恭喜，慧琳，恭喜你！哇，真的是喜事连连了。今年办酒席，明年希望像焦哥一样好好的老婆生个小宝宝，好不好？恭喜！哇，最后一座了，但是心情真的像十年前一样的紧张。这一刻不是属于我一个人的，也属于在家里看电视爱我的家人。新创面的栽培，我的经理人，爱我的观众朋友们，我的粉丝团，你们的不离不弃真的让我非常感动，还有所有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。我特别要感谢我的爸爸妈妈，谢谢你们无条件的爱，谢谢你们不催促我成长，让我可以站稳脚步，踏踏实实地做好自己。感谢我经历过的每一件事，因为这一切都成就今天的我。非常珍惜大家给我的一切，谢谢大家，我一定会呈现更好的林慧玲给大家的，谢谢。恭喜恭喜恭喜所有得奖的同事们。那广告之后我们继续颁发另外十位最受欢迎男女人，千万不要走开，再次恭喜台上的所有同事们，恭喜你们。